超级英雄大乱斗啦 ！DC 漫画里面的正义英雄们将因为某种原因而打起架来了。而上个月啊，发售在家用主机上的《超级英雄武力对决》就广受到漫迷的好评。现在啊，制作团队也要推出行动版本喽，而且还是完全免费呢，这是玩家们的一大福音啦！赶快看看我们的详细报道吧。先前发售在家用主机上的超级英雄武力对决，现在推出行动版咯，而且漫迷们有福了，这一次的下载可是完全不收玩家一毛钱的。游戏中采三对三的格斗对战模式，玩家可以自己编辑团队队伍，初始角色只有三个，若要解锁更多的角色，就要透过战斗来累积能量金币，多达36位超级英雄等着玩家慢慢打出来。战斗模式相当简单，只有攻击和防御两种形式，在连段之后会出现触控指令，顺利完成就能够增加攻击效果。当能量累积到一定量时，就能够释放大绝招。每位英雄角色的能力值都不尽相同，战斗后的经验值能够强化英雄们的能力。另外，本作的电脑角色实在是强得太犯规喽，对技术很有信心的玩家们，赶快来挑战看看吧。